来吧，接下来咱看看女嘉宾的感情经历。我的第一任前夫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，感情挺好的，我们也互敬互爱，但是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打败了我们。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孩子，他又对这一点非常看重，他提出了分手，我也没过多的强求。后来经人介绍，我认识了第二任丈夫，我找到了真爱，我每天都在幸福中度过。直到5年前，他得了结肠癌。我在他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了他1年半，可是他还是走了。当时我就想这样孤独终老算了，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朋友的劝说，我也慢慢地走出了阴影。年龄大了还是得找个人陪伴才好。男嘉宾，你愿意陪我走完余生吗？第二段感情其实是给你带来最大的一段幸福的感觉，是吧？就是那一段感情觉得是在你人生当中非常完美的吗？所以会成为你再组成家庭的一个最大阻碍吗？不能。不能。因为之前你对对方要求很高，是吧？是。现在降低条件了。长得也就一般人吧，个儿也不是特别高，就是我没有要求了。事儿大了，就是这个人吧，只要你身体好，没不良嗜好，你对我好，就可以了。那你第一眼看上去你要求对方啥样？我不烦吧。立正点吧。T43的他心里想怎么78岁吧，他不想找T43的。这人得素质得差不多少点，得好点。男嘉宾，你觉得你烦他不？不烦。不烦。第一步已经成功过关了。男嘉宾，就是你看他不烦，就说明你对他的一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我想问一下，你这种感觉要到什么程度？有的人说了，我要一种恋爱的感觉，我要一种心动的感觉，我要一种感动的感觉，就是我看到这个人，我觉得这个人值得我跟他走后半辈子。你要的这感觉是啥样的？全在的，你说一些全有，全底必须有。那你觉得这个年龄想把这三个感觉都找到的话容易吗？那就经过俩人互相了解了。就是说一见钟情，你愿意有这种感觉然后再继续走下去吗？对，了解。就是一见不钟情你会继续走下去吗？那不能。那不可能。不接触。我说咱这个吧，就这个年龄段的人再想第二次牵手，就必须说是两个人的感情为主要。钱啥的不太重要。我看啊，第一是感觉咱俩行，才能处好感情。这感情好了之后，我们才能生活在一起。我一看你啊，咱俩挺有眼缘的，我觉得你这人也挺好，你觉得我也挺好，咱俩才能合得来，才能唠上，聊到一起。这样的你可以慢慢处，感情才能处好。你有没有说你遇到过或看到过某一位男士让你怦然心动？有时候也有。也有过。所以在这个年龄阶段想碰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不是不可能。对。所以你会奔着这个目标去吗？我见到这个人必须先一见钟情。哎，所以只有一见钟情才有下边后边所有的接触，是不？对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我们年轻人想碰一见钟情都不容易啊。我因为哈，就是这个年纪了，主要是两个人性格能合得来，能唠得来，能有个相处的能挺好的就行。外貌什么感觉呀，那都是次要的，感情是培养的。一见钟情太少了，起码看他不讨叫人不讨厌就已。那不还得有点感觉吗？对呀。那一点感觉没有那能行吗？不可能说的不看第二眼一见钟情上哪找去啊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第一眼看他不烦，我能把这个感觉归咎到爱情里边吗？那倒不是。我想问一下，培养出的感情可以是爱情吗？只要两个人能互相搭伴就行了，还爱情多大事上还有什么爱情火花啊。这肯定是一号阿姨。二号女嘉宾，你同意咱们女嘉宾的说法不？也可以吧。一号阿姨本身就是做事儿的人，她本身就是那种就是经济型的，就是你经济状况良好，你也不用我负担什么就行。这个阿姨我觉得她虽然已经73岁了，但她就是纯纯的少女心，她太简单了。我爱说，但我喜欢对方话别太多。哎呦，就像男嘉宾这样一声不吱的，你最喜欢。他也能说话，谁能说是能说。男嘉宾，您是不太爱说的是不？对。确实也不爱说话。您愿意倾听对方说吗？愿意。没用的我也不说。
那你别介，有用没用都唠点吧。两口子有哪些那么多有用的啊？我们上班的时候就是说的，早上走了，晚上回来，一边吃饭一边聊聊，哎，今天您做的什么工作呀？啊，对呀，遇见什么新闻了？就这事儿。一见钟情是见色起意，日久生情是权衡利弊。见色起意不是说那个好色的色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色是包含了外貌。哎，对对对，是这样。这个意不这地方这个词在这个地方不是个贬义词，但是最起码的，我想在这个年龄段，只要是对方不能够引起你的一些反感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。如果对方能够符合你的一些原则方面的要求，接刘星二位来到我身边，咱们接刘星女嘉宾稍作休息，咱们会儿见好不好？好，男嘉宾啊，作为我个人，我特别不喜欢对方心里想啥不说，真的，高兴就高兴，生气就生气，不愿意就不愿意。当然不是说让你在任何场合都表现出来啊，跟老伴儿在一块生活的时候，听我说话，他不说话。我也没问他什么单位，我也没问他挣多少钱，我什么都没问他，肯定得有上榜，没上榜我也不能跟，就这么扯。和对方想要有进一步的交往和接触的时候，你可能表达更明确一些，我喜欢这个，我不喜欢那个，可能让对方能够更加知道我怎么做才更好。哦，会的，好会的哈，太好了。你心里有点数，你转身，我看你俩挺般配，挺好。